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夜快乐。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弟兄姐妹，还有家人，还有从远道回来的家人们，今天晚上能够一起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欢庆、来感恩，在这个的平安夜的庆典里面，让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跟左右前后的弟兄姐妹说：平安夜喜乐。来，平安夜喜乐，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来转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的耶稣基督的身上， Amen。 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把我们整个敬拜、我们整个圣诞的焦点聚中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仰望的那最明亮之星。 Amen。 Amen。 我们开始我们今晚上的崇拜呢，我们一起以赛亚书来作为宣告，宣告耶稣基督他的王权，宣告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我们大家一起开声宣告，宣告完了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我们的敬拜。来，一二三，开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日新必成就这事。哈利路亚！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焦点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敬拜他，来高举他，来尊崇他。耶稣是主，耶稣是天王，耶稣是基督。起来，全城同。全城同崇拜。
是主，谢谢你。Thank you.
山南。耶稣，我们要高举你，你就是那新生的王，新生的君王在我们的当中。你不单只是降生在我们的当中，你还是那掌权的君王，你还是那再来的君王。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高举你，我们的灵也向着你，我们的眼目也向着你。主啊，主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看着你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盼望。我们看着你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亮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再来向我们的灵，从我们的灵来发出，来向主来唱说：看啊，看啊，看耶稣基督，看，看基督。荣耀于你，平安临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拉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第二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0-23节。马太福音第一章20-23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领受你平安的信息，圣诞的信息。主啊，你在从古以来向世人所宣告的，今天也一样要宣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能够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生命的盼望，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得着生命的光照。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一下子啊，我漏了一样东西。我们在今年每一年呢，在新马这一带呢，或者在香港、台湾也是一样，中国也是有，他们会很习惯，就是说选出年度的汉字，有听过吗？那一年里面的汉字，你们知道今年那个成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已经揭晓了，年度的汉字是什么字？盼哇，很厉害，证明有追新闻，有听电台，有看新闻播放。所以今年很特别哦，今年的这一个的年度汉字是这一个盼望的盼哦。所以过去啊很长啊都是会比较有消极的，比如讲乱啊，乱很乱的乱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那一些比较消极的那一些的字。可是今年呢很特别，叫做这个盼，盼望的盼是年度汉字。那么这个啊让很符合，是真的是好像很符合福音的信息啊，这个世界需要一些的盼望。那么今年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教会，然后我发现了很多教会也是这个主题啊，就是 hope， 盼望。跟你左右旁边讲盼望盼望成为我们许多教会在今年庆祝圣诞的这个主题哇，如果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信息也带给这一个的社会马来西亚新马他们的年度的汉字是盼，就是说原来世界的人也在期待一个盼望。
啊，所以我知道最近我们都很开心啊，我们今天晚上也有一些外地的家人回来和我们一起的崇拜啊，所以一家团圆这个是盼望很久了是吗？从去年盼望到现在，也有我也有几个朋友这几天去旅行哦，坐飞机，所以也是盼望很久了的，去旅行坐飞机。那么我们盼望一些我们逐渐的期待着它能够实现。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盼望？为什么人会需要盼望呢？今天晚上我们需要思想，借着圣诞的信息，让我们来去看为什么我们需要盼望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多星期来雪隆区的这个水灾，我们之前的水灾也影响我们很大是不是？但是没有想到呢，在西马呢最近的这一个水灾呢更加的严重，所以我看到我也很扎心，所以我们也要为到雪隆的这一带这一个的水灾来祷告。那么我看到更加扎心的就是昨天有一个新闻讲到那个 baby 父母带着这个新生的 baby 呢，因为救援对他们一水灾因为很严重，所以那一个的电力局就把整个区，他们大部分区都是没有电，因为很危险，所以整个区你想想你的屋子被水淹然后又没有电，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哈，很可怕，你家被水淹然后没有电。所以他们等待救援的时候呢，那一个的小船来呢，就这对夫妇抱着那 baby， 那 baby 竟然在黑暗中掉进水去，然后找不到也救不到。我听到我看到这些新闻我就很扎心。那么有一些人也讲爬在屋顶就是等待，等待有救援队来去给这一个的救援，等待有人来给救援。为什么需要盼望？如果情况很好的话我们是不需要盼望，对不对？如果你的健康一切良好，你的生活环境很优势，你的人长得漂亮又聪明 又样样齐全一帆风顺，你不会想到有什么盼望。盼望通常为什么人需要盼望，世界需要盼望，在无助在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需要盼望。盼望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改变，一个转变。所以那些人在屋顶上等，为什么呢？他等一个盼望，就是有人来救他的那个盼望。因着他带着这个盼望，他相信有人来救他，所以他坐在那一边等等。所以那个盼望呢，就是期待能够有一个转变，有一个好转，能够有一个的美好的这一个的情景，不再是在那一个的苦难里面，不再是在那一个的问题里面。所以呢生病的人呢有一个希望能够被医好的盼望，是不是？生病的人呢你盼望把那个盼望放在那医生身上，为什么？因为你期待他能够医好你啊。当我们面对到这个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带着一个盼望，盼望能够得到有人的资助，能够周转，能够有任何的方法。当我们面对到这一个的贫穷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的资源。当我们的国家面对到这些政治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不知道是不是改朝换代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能够有个美好的盼望，是不是？国家前景美好盼望，对你的孩子，你对你的孩子，你对你的家庭等等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人常常期待着一个盼望，可是你看今天世界有哪一个盼望是完全的？完全，你知道我们等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又会期待另外一样的，对不对？当你被医好了的时候啊，你又会盼望你的健康又再怎样。意思说什么呢？人间我们期待的一个盼望呢，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的。当你实现了一个，你会期待它又再多一个。为什么？因为那个实现了那个，它不是永远的，它又会慢慢的转变，可能又面对到一些困难，又面对到一些挑战。
所以我们又希望他能够好，所以盼望一直在期待着，所以因着有困难有这些的处境，我们期待生命有盼望。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一个的那他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一个的布道家基利家，他才39岁，他出生天生都是没手没脚的一个的残障的青年。他的父亲是一个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但是他从小呢，他父母没有放弃他。他说，所以今天他的生命影响很多人。他以前也是想过自杀，想过自杀，想过放弃他自己，因为他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很健康，就只有他一个。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激励的话，他说：“最恶劣的人类，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最恶劣的残障，不是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四肢，我们最恶劣的残障，就是没有盼望的人生。”最恶劣的残障就是没有盼望人生。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人在追，所以一个人你看到他放弃的时候，就是他不再有盼望。你对你的孩子放弃一下，你对他不再有盼望，而那个是一个很灰的事情，就是一种的绝望，就是没有将来，没有明天啊。所以原来盼望带我们能够有明天，有将来，有下一步。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今天晚上当我们讲到圣诞节，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有盼望。原来人类，我们的生命，世界是可以有盼望。世界有盼望不是因为科技很发达，不是因为我能够有盼望，不是因为我可以整容，而我可以有盼望不是因为有很好医生。我有盼望，生命有盼望，是因为有一个本身就是盼望的神在我们的当中。 Amen。 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一个的经文里面，以赛亚书的宣告，今天晚上当我们讲到圣诞平安夜的时候，我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这一两年，我们面对太多的挑战，我们面对到太多的这一些的改变，一些的不能够预算的，不能够预算，不能够抓摸的未来，是吗？我们现在对未来越来越难抓摸，越来越难来去预测。我们期待的很美好的，可是当那个日子到的时候，却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发生。我们本来期待要改变的，可是到时候呢，又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能够的去改变。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再次在圣诞夜的时候，把焦点放在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耶稣来，他把盼望带给你的生命。如果你是那个失落的那一位，今晚上你要抓耶稣。如果是说你在过去你一直把盼望放在一些人的身上，你的孩子的身上，或者你的财务的身上，或者一些等等一些事情的身上，今天晚上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降生的主，他是一个救赎的君王。我所讲的全部都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些的信息里面，这些圣诞的经文里面，今天晚上要再次向我们的生命来说话。这一位为我们降生的君王，他是谁？马太福音1章21节，刚才读的讲到，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当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呢，天使说，他这个是神叫天使这个约瑟说，他要生那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就是讲神拯救。你是能够有盼望的，因为神可以救你。神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个是讲了什么？你的生命的问题，神可以，耶稣可以把你从你生命的问题中救出来，耶稣可以把你从你生命的罪中救出来，耶稣可以把你从你过去的那一切的软弱中，那些过去的一切的这一些的消极中救出来。耶稣是我们救赎的君王，没有人能够帮助到我们在我们的问题里面，可是耶稣今天晚上他是救主，他是那君王。耶稣他的名字就是叫做耶和华拯救。第二，耶稣是永在的君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这里讲到，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比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降生，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世界上的，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一位君王，他是至高神的儿子，是独生的儿子，他是神。因着他是神，他就是那个永在的君王，就是说没有时间能够限定的君王。地上的君王会改朝换代，永在的君王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Amen。 所以那为我们，所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他竟然是神。如果他是神，他是永在的，他也把我们，他也有能力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救赎在永恒里面，他也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带在他永恒的那一个的荣耀里面。因着他是永恒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永恒的君王，所以谁看得到你的明天？耶稣看得到你的明天，因为他是永恒的，所以他今天在，明天他在不在？他也在。 Amen。 后天他在不在？他也在。所以当你的生命你看不到前面是怎样的时候，你要信靠耶稣基督，你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怎样永在的君王，他在，他知道，他掌权在那一刻。因此路加福音一章十三节这里讲到，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他的国没有穷尽，他做王直到永远，意思说他是掌权的神。神掌权我们就能够放心了，神做王我们就能够放心。哎，如果我做王你很难放心，我又没有做过王啊， OK， 我又没有读过政治啊。但是如果神做王我们就可以放心，神在我们生命做王我们就可以放心，神在世界做王世界就可以稳妥，就可以安稳。耶稣基督他是那来的君王，他不是只是在这一刻，他掌权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相信，今天晚上当你在彷徨中的时候，你要仰望谁在你生命中掌权，不是你的手，你要仰望那一位永在的神在你的生命中来掌权，因为他也是与人同在的君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神与你同在，你不是孤单的，神与你同在，你不是孤单的，神与你同在，你就不再是无助的，神与你同在，你就是有盼望的。 Amen。他也是那平安的君王，所以天使在颂赞的时候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刚才我们宣读的那一个以赛亚书呢，也讲到他是平安的君王，他因着他是平安的君王，所以他能够将平安赐给那信靠他的人。
这平安就是外面有风，心中却不会有浪，外面起大风，心中却不会挂浪，你的心中仍然稳妥，因为那一位永在掌权的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位为我们降生来到世界上的君王。所以因着耶稣是生命的盼望，他是掌权的君王，我们可以有改变。因着耶稣他是那永在的君王，我们可以有盼望，有一个改变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从黑暗入光明，我们可以从破碎中到重整，我们可以从受伤害里面得医治，我们可以被在被辖制里面得到自由，我们可以从无助里面能够到得胜的生命，我们可以从短暂进入永恒。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拥有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盼望放错地方。以前我记得我读书的时代的时候，我把我盼望，因为从小被灌输的那个的观念，所以读书是最重要的，没有读到书就是没有前途了。所以是读书，一直到我读神学的时候也是这样，读书成绩是最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呢，当我考一个很重要的试的时候呢，考到很不好，有一科很重要的这个国文科考到很不好，我整个人崩溃。我觉得世界，我不再有将来，我看不到我的将来是什么，我不敢回家，我哭到很厉害，我觉得哭到好像要，我觉得很悔，我没有试过这样，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绝境了，人生的绝境了。然后后来我的传道人跟我说，神给我的爱给我看见明天的时候，我才能够跨过那个问题，才开始懂得怎样把生命，不再把盼望放错位，不再把盼望放在考成绩最好，我的生命才有盼望。这样会造成我们的人生的方向都定错位了，我们就会无助里面。所以我们很长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到 这样问题，你把你盼望放在某一些事情上，某一些事情就会使到我们错失了生命的命定和目标。今天晚上让我们来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让我们把盼望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平安的君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的时候，让耶稣这一个赐下盼望的君王，盼望的神，将那个盼望放进你的生命里面，让你今天不是从某一些的事情上看到盼望，你要从耶稣的身上看到生命的盼望。 Amen。 你要从耶稣的身上看到我们的明天是有盼望的，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看到，我们虽然在今天世界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变化的处境里面，因为耶稣掌权，我们是有盼望的。 Amen。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应。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星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
稣以爱带来救赎。世上明亮晨星，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基督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回应祷告，今天晚上天父看见你的情况，耶稣也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今天晚上丰盛之主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回生命的盼望。在过去错过的，在过去被偷盗了的，被抢去了的，今天神要赏赐回给你生命的盼望和丰盛，让你能够生命能够有扭转，让你生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君王，他不是只是降生在马槽，他也降生在你的生命里面。Amen. 你要领受那超越的平安充满在你里头。今天晚上再次把你的眼目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Amen. 他必为你生命开路，他必成为你的救赎。Amen.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现在我们将会进入，就是每一个平安夜我们就会点燃这个蜡烛。我们在过去四个星期我们都谈了很多，讲到蜡烛的仪式。今天晚上接着我们所讲的盼望啊，耶稣就是那个的盼望，他的到来也准备了我们，就是迎接他以后再一次的来。所以在这一段路途当中，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平安的路，当我们走在耶稣的时候就带有平安走下去。不管路有多艰辛，有多难，有多远，有多高，有多烂都好，在耶稣里头我们都有那个的平安。阿们。所以今天我们点完这个蜡烛的时候呢，待会儿我们的领袖也会把这个的火
传送下去呢？就从左从字里面这一最边的那一个呢，慢慢的传到旁边去。所以如果小孩子拿的话呢，父母亲请照顾一下哦，我们不要烫伤还是烧到。所以大家不要烧蜡烛的时候弄到我们失去了那个平安。所以父母亲你一定要看住他帮助他，让我们每个人都点燃着蜡烛，我们等下就会唱这个平安夜了。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平安夜，深山夜，晚安中光华生，照着神母也照着身影，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主题
降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平安夜，是盼望的夜晚，我们一起来为世界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沙巴来祷告，为人们能够领受看见这个的生命的光，生命的盼望，生命的平安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求平安，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开声。Kiaramba sanda karamba sanda karamba sanda karamba Kiaramba sanda。 哦，耶稣啊，你是那来带我们的当中的君王，主啊，你也是那再来的君王，你是掌权的君王，你要掌权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这土地上，直到我们有从我们的掌权的神而来的平安，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人民的生活里面，主啊，让这地能够仰望看见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作王，我们就能够稳妥了。哦，主啊，让人们期待盼望的同时，在这圣诞节能够领受到耶稣就是给我们那一个的永远的盼望的主。哦，神啊，我们也求神你自己来怜悯恩待现在在这一些的灾难当中的这一些的灾民，主啊，无论是遭受到这些的水灾，在世界各地遭受到这些饥荒，在这些的战乱里面的这一些的灾民，我们求耶稣的平安住在他们的当中。主啊，他们只看见这些的无助，但是主啊，你怜悯这地上有许多的贫穷困苦无助的这些的需要，耶稣你为我们而来，你也为他们而来，求耶稣基督你的平安你临到那些的孩子们的身上，临到那些灾民的身上，临到那一些呼求你的人的身上。哦，神啊，我们求主你自己降世的平安充满在这地，我们也要为到耶路撒冷，为到以色列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求你平安之君，你的平安要临到耶路撒冷，要临到以色列。主啊，让以色列能够认识你，让以色列能够归向你，让耶路撒冷能够有平安，因为它是平安之君所在之地。哦，神啊，我们求主你自己来掌权。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你掌权，使到我们仰望你，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能够从瑕疵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可以从这一些的绝境中看见盼望的曙光。哦，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可以吹熄我们的蜡烛。好，感谢神，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敬拜，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呢，我们继续有我们的圣诞节的澡堂的崇拜，像往常一样也是在早上7:30，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明天早上一样的来出席我们早上的圣诞节的崇拜，跟你左右旁边人讲是早上7:30，早上7:30，所以早上7:30到9:00结束，接下去就是英文的圣诞崇拜，那么星期天也是一样有主日崇拜，这个是没有代替， OK， 对，不是一个代替，所以明天是圣诞节崇拜，主日我们一样守安息来遵从我们的神，所以星期天我们是主日的崇拜，也是照样早上7:30，所以欢迎大家都一起的来出席。那么我们在12月31号晚上呢，也是有这一个的新年前夕的感恩崇拜，是善语的联合，所以先鼓励大家预备你那个时间，最重要的倒数不是在其他地方，最重要倒数数算神的恩典，踏入新的一年是在神的同在里面， Amen。 所以我们鼓励也欢迎大家12月31号晚上7:15来参加我们的新年前夕的感恩崇拜，我们将会以祷告来作为开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崇拜要接近尾声，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领受祝福。
让我们去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永远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将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回去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中间的那一道门出，前面的开始从前面的这一道门出，大家平安，晚安，明天早上我们再见。